自去年以来，具体的说，自去年5月以来，美方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，在美国本土放飞多个高空气球，持续进行全球环形，至少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领空。美方应当对此进行彻查，给中方作出解释。 刚才呢，我已经表明了相关的立场。你的问题呢，建议你向美方去问、去了解，恐怕更合适。美方应当对此作出解释。